这是我们进行中国新娘跨年主题拍摄的第四个年头。中国新娘的拍摄已经成为我们一种习惯，一种坚持。凭笑间彼岸花开，媚娘永远是英雄最好的归宿。我觉得是时候让我们的中国新娘去惊艳四方了。好，灯在你后面，所以要往右边转一点点身体。